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修炼纳克罗斯，好不好？那我之前有说呢，我要来小号买一个纳克罗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用这个账号来修炼它。对，那我这几天呢是有认真在修炼啊，真的有认真。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纳克罗斯场次轻，胜率100%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拿这个，等一下我旁边这个凯格鲁斯胜率是发生什么事啦？38.5。对，我们家凯撒路是阿杜恩啊，他去反野已经被看到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用我们最快的速度。哎，这里这里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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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仁慈，战场上不需要仁慈。干什么啦？哎，我这个野怪，等一下，我这个野怪。我这个野怪很叛逆耶，来，哎，我们家阿杜恩居然没死，我们家法师有去救他一命，好啦，还行啦，说得过去啦。哦呦，手杀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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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知道胜率100%有那种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压力很大。完了，完了，我们家中路法师，哎，这队队友崩了，队友崩了，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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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队友直接爆掉了，惨了，下路跟上路都爆了。让我瞅瞅啊！没事的，队友，你们可是有胜率100%的纳克罗斯在罩你们。我们这边直接吃兵线了。射手，你倒是来射一下啦！掉你老母嘞！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帮忙啦！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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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，这把根本没救啦，不能帮啊！我还是打这个节奏流好了。啊他会给我吧，他会给我，漂亮！我们家阿杜恩会玩，完美，100分呐、啊！来，注意我方红 buff， 请求集合。我们这个节奏先拿到。漂亮！来吧，大龙，现在节奏由我们掌握了，舒服。我跟你讲，这里有没有机会打？哎，奎伦别来，奎伦别来，奎伦别来，跑跑跑跑跑！哎呦，拼得早哦！哎呀，奎伦如果来的话，就去了呢。是不是就阿弥陀佛了？中路兵线吧，奎伦在上路 OK 啦。没问题。奎伦呢？奎伦身上好像没有蓝 buff， 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来偷一下。哎，啥都没有。不要！不要！完了！说好的纳克罗斯修炼的成果给大家看，吃屎吧！造孽！我现在经济很低耶。好了，你没机会了。哎，不灵不野怪往上刷上去好了，顺路顺路，快点快点快，用我们最快的节奏。我靠，哎，对方来中路都在送的，然后我们家中路不跑线，就像你家开了一个提款机一样，你都不用出门工作，你就有钱拿了。
太过分了吧，对面都送头给我们家中路，都不送给我，让我秀一下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吕布。OK， 我们这个伤害还是妥妥的吧，是不是？只是说奎伦可能会过来哦。奎伦永远住上路啊，那他野怪不要了，是不是？完全全部交给我。重点是他的蓝呢，没看过他的下路出现啊，他的蓝 buff 谁来吃啊？看来他队友有小偷。来来来。啊！魔龙凯撒觉醒进化，炮车出行。先反野再说。哦呦！哈哈哈哈！这把对方给直接爆掉了，亏他们前面还顺风，是不是？啊！亏你们前面还顺风，自己把自己玩没了。一个字，绝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吃爆对面的野怪。哦。哦，各种飞耶！他这个是怎么样呢？我来了！好秀哦，好秀哦！这队友不用拆那么快嘛？还有得晚，还有得晚！别别别别别！这对方直接一败涂地耶！哎哎，喂喂喂喂喂，自己结束的太突然了，不要啊！这个还不错，莫名其妙的就直接顺风都顺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各种 MVP 啊！哎，这场才银牌四克，哎，真是太过分了吧！完了，给队友一个赞了。哎，我们家的中路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他有断线啊？他有挂网，是不是？真是的。Jack it up.